我先在这边看看苹果吧，如果这边没有更好的、更适合的，就到对面买。对面那个苹果是6毛钱一磅，也还行，看着也还行。这边有没有苹果啊？这边好像没看到有苹果，没有。这边的有大米，这边是做蛋糕的。做蛋糕的，这边是中餐，鸡掌，这什么？还有猪肚、牛肚是萝卜炖牛肉吗？对，什么肉？南乳猪手，看不太懂啊。中华服务中心。红薯是8毛，这个柿子是6毛9，7毛钱一磅。别的店是卖1块，这边这个柿子也算便宜。苹果，它这个苹果难道是在里面吗？这边是猪肉，我的手机响了，看看我的手机，是短信可能是，不到这看吧。嗯，不是短信，也不是微信。但是不知道怎么莫名其妙的响了一声，不管他，不管他，不管他。这么多鸡肉啊！波头双髻乳鸽，鸽子，哇塞，8块钱一磅。这边美国这边也卖鸽子吗？它是养的鸽子吗？不是从外边抓的吧？大鸡什么？比？这腿真大。细鸡比，1块钱一磅。还有这种叫油豆腐吧，炸的油豆腐。还有蒜苗，不是，这是叫豆芽，不是蒜苗。兔子啊，这边卖兔子，6块钱一磅。老鸡3块2一磅。我怎么这边好像出不去了？门口这么多人，我要想法走出去，从这个门走吧。不敢在屋里待。这边在横穿马路。横穿马路，这个苹果是7毛，这个是9毛。7毛那个苹果是软软的，那个不好吃。黑人小孩，他卖那个苹果是。这个苹果多少钱一磅？啊？啊，1块钱一磅啊，还不错。它是哦，sorry，它是好像是富士苹果。我想买那种硬点的，这种大蜗牛，大蜗牛，不是蜗牛。黄毛鸡每只12元。这边是卖的熟肉，这边是熟的肉，腊肠、鸡爪、鸡腿，
哇塞，这人忒多了，这个人怎么多？怎么多？广东话学不会，很难学广东话。这边有交通员在维持秩序。他让行人先过，还不错。他把那个车给堵住了啊！那个黑人哥哥还不错，黑人兄弟，呵呵，不是黑人哥哥，瞅着挺老啊，但是他们都挺年轻的。其实，七毛，这个苹果抓起来空空的感觉。抓起来空空的感觉，就是有的苹果大的，我那天吃那个大的苹果，它都已经里边都已经长芽了，这边好像真的过不去啊，这边。这边的柿子是4毛9，尖尖的柿子啊。这个苹果它就有点空啊，里边。我还是到那边去吧，到那边看看。这边是绿灯吗？绿灯。刚才那个太窄了，哎呀，鼻子有点不舒服，要打喷嚏。现在人增加一点喽，一到下午下班前后，人就多一点喽，多一点的喽。这边这个香蕉是6毛钱一磅，我觉得这个就行。他写的是5毛9。他这个标价是，本店没有胶带代替手套，啊，不可滥用胶带。如果滥用呢，就是会收10文钱一个，就是说从这儿拿吧。那下边的会好一点吗？上边也行，这个还我觉得还可以，它标的应该是6毛吧。那有的好像都已经。这个苹果瞅着这个颜色都有点怪怪的，行吧，拿几个怎么样？几个看看怎么样？怪怪的。哦，sorry，人们都在瞅着呢，我得抓紧时间买。时间吧，因为他们要拿袋儿，是吧？不拿袋儿，他们没拿袋儿，是我有点敏感了吧？我从这儿进来，excuse me。这个苹果啊，这怎么各种形状都有啊？各种形状都有，这边在里边，人真多，哎呀，人真多，哎，
它这个苹果，我问一下，这个苹果是多少钱一磅啊？有9毛9。这有两个价钱，有些9毛9，还有5毛9的，不知道哪个是。这我不知道，你在哪里拿啊？就是在那块拿的，他写好几个价钱。啊，好的，好的啊 ，sorry， 好的好的，谢谢。他也不知道多少钱。啊，这边是现金，那边是 EBT， 那边是收粮食券的。嗯，他还把这个小偷的照片放到上边，这个有点过分了吧？把别人的照片贴在那儿，有点过分了。写一个奸偷，写一个。这边好多是，还有味精、甜梅、菜心儿、榨菜大王。还有腐竹、李锦记酱油，这有点过分了，把人的照片放到上有点过分。这个一磅是5毛9还是9毛9的？5毛9的。啊？5毛9一磅。啊，好好，我看那价签写着两个啊。那这个找吧。这个找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我在这儿拿下，放下钱。我把零钱放在裤兜里吧。然后17块，他找我17块多，对吧？对吧？17块多，对。把它放在钱包里，给一张，拿回来好几张，对吧？赚了吧？幽默一下，幽默一下。这边是要粮食券的。Excuse me。这是加点盐，这边是加点盐。粮食券应该是刷的卡，应该是。这边是冻鱼，我听不懂他说是5毛9、9毛9啊，应该是5毛9吧，大约4磅吗？看看怎么样，不知道，应该也可以吧。Excuse me， 这个甜橙是4毛钱，4毛钱好像还不贵啊，对吧？因为我买那个甜橙橘子，它我看着它像橘子耶，把它放在双肩背里吧。欧了，就买这么多吧。就买这么多吧，再见了，拜拜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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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